疫情后教会的归位与定位问卷调查，初步研究报告与座谈会。论坛嘉宾林永健牧师，美国德州小士顿福变中国教会主任牧师，董家华牧师，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林慈敏教授，美国洛杉矶正道福音神学院协谈学副教授，邱怡林博士，美国爱伯维生化医药公司生物统计学部门高级总监。座谈会流程：影片播放、问候与嘉宾分享、嘉宾对谈、听众问题，请将您的问题打在 chat 上。本次问卷一共有682人参加，美国312人，台湾192人，是参与最多的两个地区，女性约占 58%， 多过男性。参与问卷中有 16% 是一般会友或只是参与聚会者。本问卷有教会不同群组的参与，显示问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些交叉分析中，所属宗派与受洗时间对于问题回答没有明显差异。300人在北美华人教会可能算大型教会，在台湾算是中小型教会，因此我们调整成这样的教会规模来看，本次参与是以中最多，其次为小型和中大型的教会，这也约略可看出华人教会的平均规模。中国大陆的情况可能需要另外了解。问题六和七的整合可以看见，恢复主日实体聚会，作答意见与教会规模大小无明显相关性。问题八与九显示，加总来看，无论教会规模，约半数的人愿意回到教会参加实体聚会。个别教会间当然还是有差异性。几乎不能或不想回去的人，有 60% 的人每周准时参加自己教会的现场直播。同样的，这两个问题的作答意见与教会规模大小无关。对于主日混合或说双轨聚会的看法，与教会规模大小也无明显相关性。超过半数的人认为混合双轨聚会是未来趋势。然而，我们应该来看这个复选题的数据。左边是选防疫为主要原因，想继续维持线上聚会者的答案，高达 87% 以防疫为主要原因。这些人所选的两大次因是不用出门和线上聚会一样可敬拜神。两个次次原因则是可避开不必要的人际互动和可边做其他事情。右边是完全没有选择疫情为原因，却希望继续留在线上聚会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91个人，约占 13% 的人，他们是属于不担心疫情因素却不想回实体聚会者。两大主因是不用出门，线上聚会一样可敬拜神。从两边的选项去解读，就是即或不是因为疫情，也有人开始不想回教会。不用出门和线上聚会一样可敬拜神是主因和次因。我们固然可能可以从短时间的直居心态 cave syndrome 来解释，但是这两个因素加上次要原因，可避开不必要的人际关系，可边做其他事情，有些讲到很无聊或我不喜欢，这些因素某种程度都反映教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心态。然而，我们也要小心不片面说会有个人主义或消费主义心态，会有选择这些回答，也是另一种对教会不满意的表达。这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三个问题：一、教会需要面对短期挣扎的直居心态；二、
教会需要面对，想要长期发展的线上聚会目的与功能究竟是什么？做些线上事工不就等于线上教会？基督教信仰的圣礼部分如何操作？生命的互动如何经验？不是喊喊无墙教会的口号就可以。三，教会一天不关掉线上聚会，继续双轨并行，可能就会更难完全回到实体聚会。线上聚会到底是为了满足不想回来的人，还是受趋势潮流感的追风补风，或开拓更大的事工接触群？这是三个不同层面的议题，鼓吹线上事工的牧长需要好好想清楚。27和28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对照是有趣的。无论教会规模大小，都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反对教会发展成完全的线上教会。然而，当问教会若发展成完全的线上教会，你会继续留下来吗？无论教会规模大小，相当比例的人会表达，会，没问题。这显示弟兄姐妹愿意留在一个教会的原因，不一定是对教会未来发展的意向目标非常关切，而可能是他们会来这个教会有其他因素，比如关系好的一群朋友，好的讲道，教会有爱心，离家近，我就是习惯了等等因素。28题的回答不竟然是反映弟兄姐妹对自己教会有高忠诚度，而可能是对自己教会内的某些元素较在意。愿意待在一个教会和对一个教会具高忠诚度是两回事。27和28两题答案的对比，也可能正是凸显忠诚度是不高的。你怎么改变方向或结构性的东西，他们可能都不真的很在乎。我们可以看到，高达 80% 的人不太赞成到绝不支持教会发展成完全线上教会，却有相当比例的人不赞成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可能的解释还包含有一，如果是原班人马挪移到线上聚会，因着情感或属灵关系还是愿意留下来。二，如果发展成完全线上教会，是指要去面对另一群不认识的新群组会众，就会是一个挣扎，或更多事工要做，这可能就是不支持的原因。第三，华人教会多半是中小型教会，又要线上又要实体，如果老成员和新面孔是两个不同群体，教会有多少人力财力去发展？教会要双轨并进，要两边讨好，可能最后是两边都做不好。四，海外华人移民教会经常兼具同乡会功能与性质，又是中小型教会为主，就会出现不愿支持却又还是愿意留下来的矛盾。无论教会规模大小，牧者都担心疫情过后会有不想回教会参加实体聚会。牧者在这一波的疫情中可能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但却可能是最被忽略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年龄层是影响问题回答比较关键的因素。参加问卷者以51到60岁为最主要群体，41到50岁为其次。第三大年龄群组是61到70岁。有些主要的服事岗位和年龄有显著差异，就是第四类的儿童或青少年事工与第六类的诗班与音乐敬拜、司琴或乐团等同工，这两类的平均年龄是 45.73 岁、47.95 岁。也就是说，华人教会服侍儿童与青少年的同工平均年龄约45岁。
华人教会服事的平均年龄是50岁左右。56.7%的人因为线上聚会方便到处去看看其他教会的活动，但是年纪较大者这样的倾向是较低的。线上聚会网络之便的确让不少人可以到处参观教会聚会。教会在崇尚这种线上影音之便时，是否可能会被点阅率和 YouTube 的演算法牵着鼻子走呢？在实体聚会中，大部分人可以维持 70% 以上的专注度，年龄与专注度的关系较不明显。然而从实体聚会到线上聚会，会众的整体专注度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所以大家都承认线上聚会比较无法专心。此外，我们以为年轻人容易适应线上聚会，但事实上线上聚会年轻人的专注度更低。疫情前，年纪越大的人对教会好感度较高，疫情中到疫情后的归属与好感度的变化以及奉献与年龄族群的关系并不明显。在疫情期间，属灵生命祷告读经与亲近神方面与年龄呈现反向趋势，也就是越年轻的人在疫情中越觉得属灵生命祷告与读经生活都比较退步。与团契弟兄姐妹的关系不分年龄，在疫情中疏远感多少都是存在的。41到50岁的人有超过50%的人回答在疫情中服事明显增加。即使多数人并不担心改为线上聚会自己的服事机会减少，年长者还是比较担心的。大多数人都担心线上聚会无法看见实际相处的生命互动。多数人认为不论实体或网络聚会没有影响他们对教会的奉献，但是牧长们认为疫情至今教会的奉献收入是减少的。这两个数据对比的可能解释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固定奉献的习惯，所以到实体现场特有感动时就会直接掏现金或支票本奉献，不在现场就没有这个优势。这也反映有24%的人认为实体聚会的奉献比较多。以下的数据是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跑过几百个数据，只想让大家很快的看过去，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更多给教会参考。主日专注度越高的人，对多数的问题都比较正面、积极的回应跟态度。台湾、亚太地区、欧洲倾向实体奉献较多，北美、南美、中国倾向网络奉献较多。比起其他地区，台湾倾向奉献收入减少更明显。请注意，以上两张投影片相关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疫情期间有机会接触其他教会，决定换教会的北美倾向比较高。线上聚会专注度最高的是中国，最低的是欧洲。有关牧长回答的部分，希望另外有时间举行更多场深入的座谈会来发表和探讨。最后，我们衷心感谢邱怡玲博士耗费无数时间和心力计算和分析数据并绘制图表。各位线上的牧长弟兄姐妹平安，刚刚影片中已经略略介绍每位嘉宾。林慈敏教授是从一开始就在 IRB 的问卷写作跟审核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跟支持。董家华牧师是第一个回应我，也在台湾地区的问卷发布上鼎力相助。林友介牧师是被我临时抓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跟我们一起读这么多数据，他们都是国度
非常优秀的好同工，我非常的感谢他们。这一次呢，我们收到682份问卷，虽然感觉不够多，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在有限的人力跟资源之下，我们尽量去做的。那这些数据还算，是可以对教会思考未来会有一定帮助的。那首先我们就请林永健牧师回应，就是这一次问卷上哪一些数据跟结果是你感觉比较意外的，然后哪些数据是你觉得预期中的，有哪些特别想跟我们的牧长们分享的心得或感动？首先谢谢你的邀请，让我可以参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数据当中呢，我想分享三点。第一呢，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些问卷里面大概 18% 的牧者的这些的焦虑里面有很多感觉很孤单很多的忧心担心现在情况回来实体聚会的可能性会不高，然后也担心奉献，也有一些呢担心赶不上那个潮流双线双轨的这些聚会没办法维持等等等等。我会感觉到这种的焦虑是可以体会我也有这种的焦虑。那在调查当中呢，大概估计真的可以回来实体的聚会的估计呢，大概是25%-50%。换句话说呢，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这次疫情经过疫情当中或者疫情之后呢，这个聚会的人数只有50%回来。那失去的人呢，我的看法呢是这个问卷可能没有包含的是最后的一批的所谓比较边缘性的人。以前在实体聚会当中总是有一批我的估计平均是1/3的人呢属于比较边缘，他们来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可能是因为要做生意，有可能在这边要交的朋友找个女朋友等等原因，或者慕道的朋友或者信仰不是很稳的人，他们平均一个月来一次或者2个月来一次的这些的比较边缘的人。那这个这次问卷当中呢，可能那个代表性这一方面呢是我们没有找到他们回答，因为都是自愿填的。那这些人呢现在已经不见了，过去18月的当中呢，我在教会里面实体也不见他们回来，网上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参与，完全没有踪影的。那另外一些呢，我称为 core 最核心的这些的人呢，在这个问卷当中占了85%以上，都是属于牧者全职同工长老这些，他们的意见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些人呢可以回来的，他们也愿意回来的，对教会的归属感也是相当程度的高。可是当中呢，也有些人因为身体的缘故呢，他们可能以后都不会来实体的聚会。所以这里呢，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中间有一部分呢，这边呢有16%呢是属于这个的所谓会友，没有参与侍奉的这些人呢是占了问卷当中16%。那在这个的当中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的话呢，是不是就是令人担忧的在实体回来的。所以问题就是说，现在线上的聚会跟这个实体聚会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面的这些的结果呢？这个问题我们是应该好的想一想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当中呢，我想问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教会是什么 ？What is church？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个这些数字，不是一个娱乐的地方。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 define。是在神的信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它有它特别的功能，要去敬拜神，要去彼此造就，彼此建立，要去传福音。在这个三种的功能的当中的时候，这个教会有圣礼这一部分，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回答一下。那在方式方面，这个 function and form 这一方面的话呢，这个 form 可以很多的改变的。以前是家教会后来现在有大型的教会，有建筑的教会，现在疫情当中是不是要回到家里面聚会，这个家教人少的，这个都需要存在思考教会究竟是什么。
然后第三方面，在这个的问卷当中可以看到，年轻人啊，对这个线上的这些聚会呢，有他们不集中精神呢、很难。在我的教会当中，在我的观察里头，现在有几个群体呢，特别在现在这种的情况当中，特别是危险的这些的人呢，第一个呢就是young adult年轻人啊，然后呢是青少年，第三是儿童，这三方面的事工呢都受疫情严重的这个影响啊，他们是需要群体性的生活，他们也告诉我们这种 online ministry does not work for them 啊，所以这个呢这几方面都是在这个的议题的当中，教会定位与归位当中要思考的问题。谢谢。谢谢林牧师，的确是哈，就是我们这次问卷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线上聚会很好像是很年轻人的东西，可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要吸引他们回来教会的可能还有别的东西。那董家华牧师是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而且他是对于年轻的事工、年轻的世代、新的世代，他非常的用心去思考，非常的认真在做哈。请问董牧师，就是身为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在你过去这段时间所做，也看到这整个的问卷调查，我们想知道你最大的感想，还有你希望在未来更多怎么样带领我们华人教会一起去思考的。好，我大概分成两点哈。第一个就是群体的尾声，第二个是线上教会的评估。关于群体的尾声上面，我觉得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趋势。第一个是普遍来讲，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个趋势很有趣的是，其实虽然有疫情的冲击线上，可是也蛮高比例的说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越更亲近了。而职份服事的职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跟上帝关系的亲近。那我觉得这可以看两个，第一个是这个我们的就像林牧师提到的，我们的样本数本身会不会因为弟兄姐妹就是平时参与的弟兄姐妹的样本数比较少，大部分有服事的同工，所以在服事当中会感觉到跟上帝关系越来越亲近，特别在焦虑忙碌当中更多依靠上帝。但是会不会这也是加深了一种信仰圣俗二分个人化的趋势，就是少数人在忙教会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彼此关系越来越远，但是觉得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说想要维持线上聚会的理由呢，主要是防疫，但紧接在后的很有意思，第一个是神学性的理由，认为敬拜是个人的，第二个是务实的理由，认为比较方便。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今天整个疫情会不会真的是把基督信仰或者是我们对于神学的理解凸显出来，我们本身既有的把信仰私有化的倾向。我不觉得疫情灌输这个信仰私有化的概念，但是疫情会不会加深或浮现出我们很多时候是把基督信仰当作是一个个人的事情。那某种程度其实回应刚刚林牧师讲的是林牧师在问的是教会是什么，那么我也接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个问题，是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福音只是我跟上帝个人的关系的话，那真的我们在线上聚会就好了。可是如果福音指的不是指上帝与个人的关系，那只是福音其中的一个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个，而不是福音本身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借这个机会，我们重新回到到底国度的福音是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的是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国度的福音。国度从来就不是个人性的，国度也不是我跟君王本身个人性的关系，而是有一位王，这位王跟所有人跟全世界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角度我觉得可以来思考的。第二个则是对于线上侍奉的我想我们现在很多论述认为未来大概就是要走 Hybrid Church 甚至全然 Online Church 的都要考虑在里面。那从数据来看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上线的专注度的确是比较低的，而且年轻人又比年长者低啊，这是第一个现象。但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呢，将近不论是什么样的年龄层，40%以上都认为他们的这个跟上帝的个人关系是有进步的。好，那退步的里面呢，其实年轻人的比例比较高，可是其实即便是年轻人，还是有将近超过40%的人认为有进步的。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
上线了呢？以至于它的灵命进步呢？还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冲击，导致我们需要面对人生根本的问题，而导致我们开始思索，而产生灵命的一个更新跟进步？这个在数据上我们没有办法去讲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是线上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第二个，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是线上可以做，但是是实体比较难的，什么是线上做不到而需要回到实体的。我觉得我们大概很难做一个切割说一定要走回实体，所有都要到实体，也很难做一个切割说不行一定要走线上或 hybrid， 而是重新应该思考说线上这个载具这个媒介它有哪一些特质，而这些特质本身它会带来哪一些的方便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世界华服的服饰里面，我发现线上的连结它可以很快速的帮助去建立所谓的弱连结，但是你要真正人与人之间有那种真实的强连结的话，实体还是比较优先的。也就是说今天线上聚会或许能够帮助教会在建立弱连结上面打开一扇窗，但是如果教会的意义不是只是建立一个弱连结的社交群体，而是一个有共同尾声的群体的话，那么实体聚会大概还是不可少。好，我想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谢谢。谢谢董牧师，非常的精彩哈。的确是我们在数据上本来就是这种这样一个问卷，就是愿意的人他才会填，他不愿意的他反正也不会来填了。那可是刚刚两位牧者他们把分析出来，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教会的趋势。我觉得我们是说的很好，信仰的私有化到去反省福音是什么，国度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善加利用一个线上的工具，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特别是刚刚谈到这个所谓的疫情跟年轻人的关系，其实林思敏教授是我所知道他非常认真非常用心一直都在关心，不管是年轻人的还有这种线上就情绪上的这种面对，在疫情当中有一些我们很多人的所谓的忧虑，我们的不安恐惧的情绪。想知道林思敏教授，你在看这个问卷，因为问卷直接或间接导致信徒对于教会的聚会敬拜跟侍奉在那种情感归属跟情绪分离上的影响。好，谢谢Daisy 老师的邀请。大家看得到现在我放上去的PowerPoint， 那我就是从心理关顾还有沟通的这个层面来看一看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那整个来说我们都知道在疫情里面，不管我们之前情绪都是平稳或是有一些状况的人，我们都比较会容易孤独忧郁焦虑还有社会的焦虑，就是说跟人的相处反而这个减少了我们心情的变化，心情的负面影响是有的。所以在做专业的辅导，我们大家都忙翻了，在这一两年因为实在太辛苦，太多人的需要关在一起。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过去有一些焦虑的人，他们在疫情当中就会更加的焦虑，那他们也不是说整个放弃，还是有一些人努力的试着跟人建立。那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他们说神职人员他们会觉得很累，而且有的时候比较没有动力，但是呢反而跟神更亲近，但是跟人更不亲近，跟今天的我们的看的数据呢是很有相似 之处。刚才 Daisy 老师已经提到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察当然这是一个很初步也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叫做 Cave Syndrome。 这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形容我们虽然疫情渐渐开放在比如说北美洲，但是呢几乎有一半的人在研究里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初步的，表示他们对于重新进入人群里有感到不安就是我们好像被关了这一两年，出了一个洞穴，我们会感到焦虑感。那么为什么呢？大家要做一些猜测是不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与人隔离？那人你知道我们刚进入 quarantine 我们是不习惯，但是渐渐的已经一年多，我们又好像太习惯了这种减少跟人互动，减少出门装扮开车，我们好像要花一点时间
这个行为上、认知上又要再重新的 readjust 啊。那么第二个部分，确实很多人还是怕染疫，当然这个焦虑是不是符合现实还是过多的，也是值得观察，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说焦虑型，特别是对于病毒的这些焦虑的人，他们会过多的解读啊，比如说像最近在北美看到的这个 breakthrough cases， 可是焦虑的人他就会觉得他自己就是很容易觉得是 breakthrough， 或是不相信breakthrough 的人是打了疫苗的人会比较轻的症状等等。第三个人就是焦虑社交焦虑型的人，他们就是好像是一个好的借口，他们会觉得说因为疫情因为什么他们就躲起来。当然更有一些极端的非常极端的人，就是这种在日语里面叫做自居型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极端，描述的非常宅的人，他们就是完全不愿意出门。那到底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影响了这个问卷里面有一部分的人说他不是因为疫情单纯，而是觉得不用跟人来往那个部分。但是这个我倒是觉得有可能是一个过度的一个现象，它可能 不一定是非常长期的。就是如果疫情渐渐都有改善，是不是我们多数的人会克服这个 cave syndrome？ 那这个不克服呢，就好像社交的恐惧的一些克服，包含就是说要多去互动而不是逃避，那么放松祷告有正面的，然后渐渐的也不用跟人比较等等的。刚才提到年轻的族群，到底他们好像让我们相反的，他们好像比较反而是希望面对面。但是在这个 Barna 2018的这个研究里面，一个现象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 Z 时代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拥有 safe space， 就是说有一个安全可以做他们自己分享软弱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在网上的话我觉得很有趣，因为网上可以选择我打开多少，那么现实里面你可以观察我的聚会次数，你可以观察我的神情，但是网上我好像有一点可以自己选择啊。那第二个，但是这种是网上的互动说不定是更深层的呢，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选择就一定是粗浅的，不一定，因为很多人跟我说他们在网上的分享好像会觉得有一点点比较可以挖下去的感觉哈，但是你们也知道好像更少的screen time 我们反而会更快乐，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 general 的一个观察跟研究。那以 solution 来说呢，从沟通跟从辅导学里我们学到了，其实人的交流不是只是内容的，也是氛围的、非语言的、互动型的。所以我们可能要多去，如果是有网上的趋势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流掉了，那怎么样如果是网上的交流人们可以训练呢？比如说在网上的辅导里面，我们都被训练要常常看着荧幕而不是只是看着我们自己这个就是一个训练让我们可以，或是邀请人跟人互动的，而不是只是跟 leader 互动，因为人们都倾向跟 leader 互动反而是邀请他们对彼此 comment。 但是身体的这个接触跟身体的肢体的服饰，比如说帮人家带一餐饭这个是不是有流掉网络的事工持续会很忙碌，尤其是关顾跟辅导的需要，所以也许如果我们要做网络型的聚会，这是不是未来的一个需要注意的。还有网上带领者的培训也许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刚才提到网上没有办法有注意力，这个是我们就觉得是一个现象了，不能克服的，还是可克服的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好，我就停在这里，谢谢。谢谢林教授。其实刚刚在另外一场的线上聚会，作为教会传播工具的梦幻与幻梦里面，我已经请到一位宣教士，他就是因为他并不是只是把他线下聚会挪到线上，他是从零开始。那种他怎么样子去设计活动，就回应刚刚 Amy 老师说的，可能挖得更深，可是你跟他关系要非常的深，然后你怎么 design 每一个活动，其实是加倍的时间要去付出的，然后你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刚刚那一场我们的结论就已经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你要做线上事工，那个是
耗费的心力跟时间跟 design 跟 everything 都是更难的，不是不能够引起他们专注，是可以，也可以引起他们愿意上线或打开镜头，但是事实上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可以在另外那场我们可以可能可以深入，那如果等一下有时间也可以谈。不过我现在要请那个邱怡玲博士，就是说他是统计学者哈，你不用就那个教会或神学哈，他说你从一个统计学者，你在这整个数据里面提供我们一两点你最大的观察，然后之后我希望所有的、我们的 嘉宾讲员可以一起来回应。好的，谢谢蔡教授。刚刚呢，听到林教授讲的这个趋势哈，大约有一半的人会觉得不安。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很相符的结果。虽然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问卷，所以例如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触角伸到，比如说也许非洲也有华人教会，所以这个结果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够适用在非洲的华人教会了，当然也是欢迎他们拿这个来做参考，但是呢的确是有一点限制性。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就是说仔细去挖这个数据呢，看说这个数据跟现实的差异可能有多少，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呢在蔡教授在设计这个数据的时候呢，例如说他在第七题的时候呢他问的是您的教会目前主日崇拜的实体状况是怎么样，也就是多少个percentage 的人回来。那我想看我可以 share 一下好了，这样子可能比较容易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第七题这个问卷的回答呢，就是说不管他是教会的边缘分子或是说是核心的同工呢，那只要是同一个教会，他的回答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回来的人呢，回归人数差不多 on average 就差不多接近 50%、哦、那如果说是看这个第八题，是这个问卷人自己参加的状况，那我们看到也是半数的人，所以就是说这表示说这个问卷呢跟实际上的趋势呢有蛮大的相符性。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呢我做了一个统计上的这个 model 呢，看去 predict 说以后这个教会回来实体聚会回来的人数的状况，那当然是根据我们收到资料的情况来看。所以呢是这样子，如果说有些教会它是一周线上一周实体的话，那这个 model 呢 predict 回来是 26% 的人实体的。那如果说呢这个教会是双轨的，也就是说有线上的也有实体的话，这 model predict 回来是 40% 的人。如果教会它只有实体聚会的话， model predict 回来是 54% 的人。所以呢这跟那个收集到的数据呢也是蛮相符的，因为如果说讲说是线上实体双轨再加上实体，就比如说教会有实体的情况下呢会来的差不多 54% 跟 40% 做个平均呢就差不多 47%， 所以这个数据呢又是非常的相符。那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如果以后没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说没有其他新的病毒或其他的原因的话，这就是我们看到以后的趋势，只要呢有可能有线上的这个 availability， 不管是自己教会呢或是说别的教会的话，回来的人呢不太可能到100%了，差不多就是一半。那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呢其实挺有趣的，因为它是一个赛局的一个情势，就像有点像囚犯赛局那样子，就是说因为呢自己教会如果说他认为说希望多一点人回来的话呢，也许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网络关掉，可是如果说他把网络施工关掉的话呢，回来人的确是会多一些，但是呢也还是会有人流失，也许他是回去再看这个录影，或是说也许跑到别的教会去。那或是说呢如果说是维持双轨的话，那就大约期盼说也许40%的人回来。那但是就是说别人说呢是不是教会，就像这个蔡教授讲的，还有林牧师也讲到，董牧师也讲到了这个呢是真的是想要拓展事工吗，还是说照顾一些真的身体健康有需要的人，结果其实最后没有回来参加实体聚会的很多都是其实有手有脚，他只是觉得说
不太想出门而已，或者说他认为在家里自己去敬拜就好了。所以这个变说是有得有失，但是是不是得不偿失，这很难说。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谢谢。谢谢邱博士哈。是他刚刚要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数据上会看到是个人在教会的主要服事，可是我们的问题不是问个人，我们的问题是在问教会，所以他的回答是回答他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数据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事实上我们有去做一些交叉分析来确定这些数据的有效性。所以虽然682份不是非常的多的问卷，我们也希望下一次可以更好这样子哈，可是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到。那刚刚邱教授也讲，事实上我们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好多的层面，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觉得双轨可以双轨可以，事实上也不关掉线上的他们不太会回来了，有很多的因素我们刚刚已经都讲了哈。那当然我们不会在这里怂恿大家关哈，我知道你关了你就要面对有人叫你说你怎么可以关我们线上聚会，这样我们怎样怎样，大家都有理由，我知道这样。谢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董牧师，你还没有继续的问题替我们大家来问问题或者发表是。我觉得这个调研很有价值持续做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是我们做一个切片但是我们看不到趋势，也就是说从疫情到现在大概快两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到这个点，那比如说以线上参与来讲，好像参与度是下降的，你可以有两种解读，一个是它持续下降，第二个是它已经到谷底要反弹了。好，所以到底这个趋势是怎么做，我觉得要第二第三次的 follow up 比较能够看到这个趋势。第二个谈到的很有意思是群体，我们到底走线上是为了要挽回既有的群体，还是今天我们真的有一个眼光看到说线上有一个群体是过去实体 reach 不到的。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如果只是要 reach 既有的群体，其实就是把以前我们在实体做的东西搬到荧幕上，然后百家争鸣，然后 YouTube 上面每个礼拜天早上就像是Netflix 的教会版，然后大家都可以选自己想要的讲员啊，今天心情比较低沉找一个 hyper 一点的，今天比较沉重想要或者今天比较开心想要找一个正面一点的就好像会有这种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锁定的是平时不会进教会的群体哪一群人，那么我觉得那你要 reach 他的方式大概就不是把过去在教会的东西搬到网络上。第三个其实刚刚蔡老师有讲到说要做网络事工他大概需要更刻意。举个例子，像我刚刚有在想，就是说很多的 Zoom 的会议一对一其实它可以增加弱连接而且快速的累积。在过去两年当中因为服事的关系常常会需要跟各地的同工这个线上。有一些真的是每一个月都是 Zoom 一两次。两年下来真的觉得像是老朋友了，但是这个需要很刻意的一对一的，这种跟我看 YouTube 我对这个教会是不会有归属感的。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想提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巨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从印刷时代进入到数位时代的一个改变。好，那印刷时代其实也不是初代教会的时代，初代教会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印刷术，是大概在宗教改革之前才是一个印刷时代的带来来临，也改变了聚会的方式。宗教改革之前，印刷时代之前的聚会中心是以圣礼为中心，很具象的。但是因为印刷时代，其实那个时候也会有人挑战，数位印刷会不会让每个人有一本圣经，也是信仰的私有化、个人化？Yes， 它带来了信仰的私有化跟个人化。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机会，所以我不觉得印刷时代的来临是 all good， 但是大概也不会是 all bad。 同样的，我们今天面对的数位文化的冲击，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中，我们其实大概只能很保守的说一件事情，是线上无法解决所有的事情，也不会是 all good， 但是线上大概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或者说整个数位文化的冲击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它会不会是 all bad 呢？也不一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从这个 network 的角度来看其实美国教会在过去50年的 mega church 的兴起很大程度跟高速公路的兴建有关。高速公路的兴建打破了人们只能在自己社区里面找一个教会的这种 parish church
的概念啊，因着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开车到40分钟以内的车程都还可以，所以就导致了 megachurch 的兴起，其中一个间接的因素。而今天网络时代，你可以想象是另类的高速公路，只是这个的连接是打破了全球的距离。它会不会让它会不会因此就让这个某些教会大者很大，小者很小？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但它的确会带来某一些的网红教会。或者是网络上声量特别高的教会，它的确会，但是这个会不会等于是尾声啊？不一定。就好像在今天很多的 mega church， 许多的人参加只是因为方便啊，但是它不见得尾声。但在很多的中小型教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尾声的比例是更高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历史来去想现在，然后我们大概现在没有办法给一个黑跟白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更谨慎的去做一些 nuances 的分析，就是说到底线上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到底今天这个数位时代的冲击带来哪一些危机，哪一些契机。那我觉得这个不是靠喊口号说我们现在要 online 了，我们无远佛界了，大概不是这种口号是能够解决的。好，谢谢。对，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这整个疫情的影响，大家都搬到线上去，你刚刚也讲的，那以前我们做传播的我们就知道嘛，人家进来看节目，对不对？好看的节目，对不对？收视率很高，这样子。你刚刚讲的其实应该叫做这个教会版的 Netflix 才对，这样子，对不对？教会版的 Netflix or Hulu 这样子。那事实上来讲，有没有可能，我觉得 我自己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比较想回应的是，好不好，弟兄姐妹不要给教会或牧长太大的压力。大家都在想人家别的教会做什么，人家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什么都做，真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更 focus 的在每一个教会里你有的资源或你有的能力去做哈。那所谓的因为大家都做，那就是刚刚董牧师说的嘛，对不对哈，就是大家来线上抢观众好了，这样子哈。那是不是更有意义去做什么事情？林牧师或者其他的嘉宾可以回答。我从一个牧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教会一定要改变啊，可是因为要清楚究竟教会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这个其他的上限啊、方法啊，怎么样可以改善、可以利用，不是在方法里面决定我们的趋向，而是从我们存在的这个意向与价值里面去决定我们要怎么走下去。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 edify， 一个造就性的这个群体性的这个的互动是非常需要的。不一定回到这个 mega church， 这个大的教会才是群体性。以前的家教会就十几个人，可是大家可以有跨代的传承，有这些跨代的这种关系，这个是达到教会的 function。所以从一个教会的定义来看的时候，线上当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刚刚董牧师所说的这个门徒训练啊、外展的，这些都可以做，可是不能代替的教会的一个 function 是个 worship， 敬拜神，然后呢是一个比较造就然后能够传福音的一个的地方。也提过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个群体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楚究竟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情，不是方法可以改变， form 可以改变， digital 是不会回头的了教会要全新的改变可是教会是不是仍然能够做得到这个神在我们教会上的心意。我是一个牧者的角度来看一个教会的定位 What is church， 然后要做到教会合神心意的这个地方。是，谢谢林牧师。林牧师，的确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平台，我们没有人否定这个平台的重要性、工具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够，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迷失，大家都拼命的想做这样子，那怎么样做得更好？可不可以请林慈敏教授也回应一下，就是说你在这段时间以来就是观察这种不管是新的世代看媒体还有他们愿意开放自己，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好，我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要去，那这些如果有一个小部分的人他们真的很困难回来，那我们是不是要去那去是不是每个教会都要呢？因为我知道现在每个教会是要 take care 自己的那个群体，但是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大家合作的 pull some resources， 就是有一些人特别是去网络牧养这些在网上的人，
有可能是年轻人，也可能是老年人不方便 出门的。那 我是带着乐观，我认为网上的牧养可能是 possible， 只是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可能要有一点这方面的锻炼。那另外呢，也有一个问题你们有问哈，好像说网上的教会是全球的还是有点 local 的。那我就用像我是加州的这个 licensed psychologist， 我只能看住在加州的人。那他的原因是说，因为我才知道这边的资源、法律、限制等等的。所以 I wonder 是不是不是网络我就是牧养这个非洲、南美洲，但如果我们是 local 牧养，但是还是有机会有实体的可能性，然后也有实体的 resources， we pull the resources together， 会不会也是一个可能啊？只是几点的观察，但是人们连结的需要还是非常强烈，不管是什么年纪。是的，谢谢林教授。那林教授刚刚发言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学校被问说线上的 program 跟实体 program 有什么不同，结果我们给人家同一套东西，因为我们以为把线下的搬上去线上就好，就被人家挑剔问了一堆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开始我们要做线上事工，它是另外一套东西，它不是就把线下的搬上去就好了，你只是这样子同一套东西大家讲一讲就没了，你需要 create 更多的 design， 更多的活动或者是一些资源的投入。其实这点董牧师我一直很想问你，就是说其实我们怎么帮助更多的小教会或者很多的牧者，我真的觉得世界华服中心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也就是说有一些资源是共用的共同的董牧师在他确定要接世界华服中心，我记得我就私下跟他电话中，我就说David， 我觉得未来的世代，我觉得基督教的资源很有限，对不对？我说我们不要各立山头，我们一定要大家一起合作。那我们既然在问卷上有说其实对偏远地区或小教会是有帮助的，那是不是可以一起拿来哈？那刚刚 Amy 老师也提到那个区域性的东西，是我们在另外一场也谈到，就是你可能要考虑次文化还有同一个时区哈，不是你想要线上就可以线上，你根本不了解人家哈，那没有那么简单。可是哪一些是可以跨越的哈？就是说董牧师哪些是可以跨越我次文化的东西的，那哪一些是个别教会去做的？而事实上我们应该要现在从现在想清楚，你真要做线上，线上就是另外一套东西。不知道董牧师或者是或者林教授可以回应，我们好像快要在两分钟我们就给大家问问题。好，我很快试着用一分钟把我三个想法讲出来。第一个，我觉得神学院我们需要开始培育的不只是有神学知识的这个领袖，而是需要神学思维力的，也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方法，而是不只是学习 how， 而是 know how。 第二个是叫flipping the classroom， 翻转教育，就好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到底线上的神学教育就是把线下的搬上去吗？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其实就已经把我的课程都录上网，放在 YouTube 上面免费那可是实际上要做的是什么？是实际上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讨论那些内容，因为这个是你在线上教育面对面的价值所在，是你可以针对已经有的内容。所以有些东西像 information 它可以走线上，很多人 information 可以 share， 但是 transformation 我觉得它还是需要人跟人实体的互动。那在没有办法实体见面的时候，至少 Zoom 的这种实体线上的实体还是会比 YouTube 这种单向的传播好。第三个是我觉得这是对小教会来讲的确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因为资源，但会不会这小教会也是一个创新尝试的一个开始呢？因为小教会要小船要转弯它的机会比较高，大船要转弯它的成本比较高。那像比如说我就听到有一些教会在线上他们在 explore digital missionary 的可能，但是其实比较是长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丢出来，但是不是上一代来执行的，是他们跟他们的下一代，那产生了一个教会里面两代同行的一个契机。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是三个也许可以 explore 的方向。好，谢谢。谢谢大家，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本来以为会有15分钟给大家那个问问题，可是我刚刚看也好像没有什么很多问题有一个问题是问到，就是说就是线上服事需要加倍的精力跟团队，真的是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在教线上课程，我们都要 design 很多东西可以互动。 Amy 老师跟我都知道，我们以前线下不用这么费力，现在好费力这样子，想办法要你参与啊。那
这些教会能不能支持呢？能不能支持牧者？可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这样子呀，林牧师，你觉得呢？我对这种的网上的这些所谓教会牧养呢，我觉得我 predict 将来真的是有果效，是往小的家教会来发展，并不是在努力把网上的这些资源把它做到像一个教会更能够互动，在一个小的群体的当中，是安全的啊。现在人不敢去，疫情人会在大的地方去，可是家教会是在教会几千年前，这个是已经有的，家里面十几二十个人，现在中国教会都是这样的情形，然后在网上一同来敬拜，用这些资料。所以我的看法，我觉得未来的教会就能够达到这些教会的真正的意义与 function 了，不是走这个 mega church 的路线，不是在走吸引人来把 program 做好一点，怎么把小的教会做好一点的 YouTube 让他们可以竞争一下。 It's not from the content 去比较，而是真的能够 function 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有一个属灵的角色。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网上资料实在很多，如果你随便拿一个的这个 讲道或者一个聚会的话，在家里面三个家庭一起，这个有互动，有各种的属灵的这些的 function 都可以做的。我的估计是未来大的教会要往小的方面去发展，这是我从一个牧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对，我刚刚在前面那一场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实际实验嘛，就是我们在一个宣教区做的实际实验，事实上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次如果是全体聚会的只有一次，但他每周里面其实他把不同的人再分进去更小的群组里面，那个其实对牧者耗费的心力是蛮大的，但是那个牧养会比较深，的确是你必须要一直小化它而不是大化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在疫情实际线上的一些操作哈，还有一些练习，我们都还在练习哈。就是说包括现在一些 youth or children minister 他们怎么样子尝试着就是让孩子，你知道儿童最爱打开视频，因为他要人家看见他，可是青少年都不开了这样子，然后你就要 design 那个活动给青少年打开活愿意看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儿童事工疫情打开是一种 family ministry， 在家里面父母传承给这些孩子，所以要强化这些家的这种的关系。 children ministry at home， youth ministry at home，在一个小的一个家的教会里面都可以做到的这些的 function。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棒，其实我们今天好像有一个很好的一些方向跟看法，因为以前孩子到主日学到那个我们不知道他干嘛去了，然后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家教会或以小单元的或青年也一样小的单元的，事实上可能那个连结可以更深，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邱博士有没有最后可以跟我们讲，刚刚他们跟我说这是最后一场我们可以拖时间，可是我还是不好意思，我觉得大家大概有事情哈，我们请邱博士最后说一点意见这样子。没有问题，我在想说我很想说问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新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再从数据里面找，这样子我不用花 太多大家的时间。那个邱博士的数据是非常多的哈，他其实可以回答你所有的数据相关问题。那我想今天时间有限，那我就抛上那个我们的 email， 就是说你今天没有问的没有问完的问题，还想问的问题，请你们就写到 regionministry@gmail.com， 因为我们有专人会帮你处理所有的问题 ，regionministry@gmail.com。那你如果写到这个线上来写到电邮来给我们，包括对个别每一位讲员有问题，还有或者对这整个的东西有数据上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们。那我们之后一定会发表出来，我们会把所有的数据发表出来，因为数据非常的庞大哈。那我们永远都可以交叉解读。我想董牧师还有我们正道神学院哈，我们还会再举行好多场，我们希望可以更深入谈，因为有些数据全部都可以再拉出来另外谈这样子。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我想最后我们请林永健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不好，请谢谢。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有美好的心意，不然教会经过任何的这些的风波高高低低，你的旨意安定在天，你要在地上建立的教会成为
光成为盐，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你要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彼此造就，互相顺服，互相的造就。我们为到教会来祷告，我们在经历这个这种疫情的当中的时候，真的好像被火一样来锻炼过。主啊，求你让我们更能够清楚啊，究竟你要我们做的信息在什么地方，给我们聪明智慧，也特别为到各位的，特别为到一些牧者来祷告，他们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彷徨，在这个时候我们为到他们来祷告，求主亲自做教会的头，带领教会走到和你心意的地方去。我们很多的问题，主啊，求你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帮助我们去思考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给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些好的一些的数据去研究，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怎么去走。听我们的祷告，继续保守，看过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